你的便当，鸡腿多吃一挂。原本是应该带你去吃一顿好料的，啊，即马煞变成你不要上水，我替我备便当。这也无啥，互相斗相共，本来就是应该的代志啊。你紧吃啦，你爱补充营养，因为哦，你是我甲宝宝的靠山。喂，你的面色哪会这歹看？是空嘴在疼吧？我无代志啦，啊，你最近身体有较好无？嗯，真好啊。你讲话感觉真委屈，啊，有囡仔原本是一件欢喜的代志，啊，即马煞逐天都要为着这个囡仔在烦恼。你是不是想要讲啥？你就直接讲啦。我伫想讲，阮爸讲我无多话，这个有可能是对的。咱之前不是讲好要做伙面对，你即摆哪会安尼想？我一直拢真打拼，我是讲。现实就是一直在咧甲我打击，我一个人哦无要紧，要毋过我是惊我会拖累你还佫有囡仔。啊，即摆处境哦真足困难的，我逐天哦拢足烦恼，压力足大的。你的意思是咱要放弃是无？我已经不知道要怎麼做，才是最好的。雅麗，之後的感情還在的，啊，以後一定還有孩子的，對嗎？我有問過你對這個孩子是什麼想法，你也很希望他可以留下來，是啥物让你改变主意？是啦，拢是我唔好，爸去自首啊，汉光阿姐，佮陈秋起写共款，伊伫遐找我甲立伟麻烦，我真足惊，足惊伊会去伤害你。我唔，你当作哦，我拄则讲的，拢无听到啦，我以后袂佮提起。我就说，拢是我唔好，是我唔好，拢是我唔好啦，拢是我想要两只，我来重生啦！这件代志不敢嘞，拢是我唔好。是的，拢是我唔好。你拄才伫咧讲电话的时阵，口气无啥好，你是不是甲你上大的客户谈甲无顺利啊？我跟你讲哦，关系若是愈亲密啊，就愈歹修复。但是你就好呀，你愿意开始啊，对吧？阮家的客户袂使拗客啊，放弃。还是先来解决咱自家的问题吧。刚讲，我搁问第三届。问啥？你已经记错我两届啊！第三届若是无把握，我是绝对袂讲出嘴的。我若是拄到我真心介意的查某囡仔，我拢想要把我的名打伫伊身躯顶，因为伊敢若是我的。我希望我介意的人间内，嘛敢若有我。但是我对你阁无了解啊。甲我张氏企业继承人做伙，出去外口阁加吃亏啊！你
到底在怕啥？你讲看麦。我不安全感，我就参军是一朵花同款啊。我需要水，但是我怕落雨，我怕伊日头，但是我搁怕风伤透。那呢？我做你的保护罩，不管外口是风还是雨，你拢袂受到伤害。我今麦咧向这位陈丽文小姐告白，希望伊当答应我做我的女朋友。伊若是答应我，我请大家吃牛排。陈丽文，从今麦开始，你做我的女朋友，我做你的天。你当我的。在一起。